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侃侃而谈的漫谈党文化节目。这一集呢我们还是远远而谈，和恒河先生呢再聊一个话题。首先呢还是先看一个场景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照这个读法，老王咱们今儿这会非晚不可。没关系，要晚大家晚，要堵大家堵。哎，你说这路修的啊，是越修越坏，越修越堵。依我看啊，这些贪官趁早就该换了。没那么容易，咱中国事情太难办，人口多，情况复杂，谁上台了都管不好，你说换谁能行？你说的也是。哎，从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呢这在中国大陆呢是一种普遍的非常普遍的认识，那么也很迷惑人。其实如果要看中国的问题难办不难办呢，我们要具体的分析，看一看中国哪些问题难办，被认为是难办的，然后再看是不是都管不好。那么这个我想，中国大陆来的可能普遍都认识到这么几点，一个呢是人口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教育的问题，第三个问题呢是腐败的问题。那么中共刚刚建政的时候呢，因为是盲目的学苏联，因为苏联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锐减，所以那时候非常需要增加人口，那么中国呢就学苏联，所以在城市，在特别是在这个机关里面呢，是不仅是鼓励生育，而且呢是等于是强迫生育，就是机关里面的官员或者是这个政府的这个雇员，他不生四个以上是不准采取这个节育的措施的。所以在50年代呢就出现了这个大批的这个人口暴增，这个婴儿潮就类似于美国的婴儿潮，那么人口就暴增。后来到了这个60年代、70年代的时候呢，才发现人口多了是一个问题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就突然之间又转向走向另外一边。是另外我能想到的有一点，你比如说像在中国国内，他对农村他没有一个养老制度，对，所以你想想，你让他如果只生一个女儿的话，他会嫁出去的。他会想到说我30年后我怎么办，对对，多生，所以他一定要生，而且一定要生到儿子为止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没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，你不可以一刀切的。对，在中国的这个处理方式呢，一胎化的这个处理方式呢，这个我自己在农村待过很久，那就是非常厉害的。比如说他把这个生了一胎的这个妇女啊，出动民兵去把这些妇女都抓起来，然后呢就像押解犯人一样的押到这个公社卫生院去，然后排队做结扎。那时候结扎一个就是那个医生已经熟练到了就是非常非常快，不到一分钟就做一个这种程度。那么农民呢非常形象的就是说抓去杀猪，就以这种形式。如果你生了第二胎的话呢，他把你房子给扒了。如果说有的人在逃的过程当中怀了孕又被抓回来呢，这个就很多了，就说就强迫堕胎。我曾经亲眼目睹的就是还有这个孩子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生出来了，强迫堕胎出来，然后呢把孩子处死。哇，这也太残忍了。非常残忍的，就是在这个一胎化的过程当中呢，非常残忍的其实是谋杀了很多孩子甚至是母亲。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就是被这个时代周刊评为100个影响我们时代的人物当中，有一个中国的陈光诚，他就是帮潍坊的那些在这个计划生育过程当中被侵犯了，被严重侵犯人权的那些农民呼叫的，所以他最近被判了刑。哦，您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我以前看到过一些标语口号哈，是国内的同学做 email 传过来，里面有一些计划生育的口号真的是很触目惊心。你像他有的是写什么一人超生全村结扎，然后还有这个宁要家破不让国亡，还有什么该扎不扎见了就抓，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吓人的口号。其实有一些你像这只是吓人，有些就等于是杀人的口号。你像江苏有一些地方，很多的地方你都会看到一个口号，它叫做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。哎呦，和人口相关的这个教育问题呢，其实在中国也是很严重的。因为中国如果要扫盲的话，它一年需要的经费，现在投入扫盲的经费一年只有800万这个人民币。那么在这之前呢，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叫希望工程。这希望工程说的什么呢？就中国政府呢没有钱办教育，所以呢希望这个海内外的这个人士呢能够捐款，
所以9年的功夫呢，希望工程捐了筹集了26亿人民币，大概相当于3亿美元的样子。那么这个钱呢，就用来办学校。那么9年才筹了26亿，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钱都到哪去了呢？这个钱都被官员，就是中共的党政官员消费掉了。那前年2005年吧，去年一年官员用于吃喝的消费是2000亿人民币。其实这个嘴里面只要稍微抠一点点出来，中国的教育经费就全部都解决了。因为现在经常说到中国的问题，就是像顺口溜一样，就是什么人口多底子薄，人的素质低。嗯，我觉得我们对素质这个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概念。其实严格的说呢，他所说的素质呢是民主素质，就是说他是给他一个独裁专制，不让大家采取民主的这个借口。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，大家可以这个参考，不一定非常对啊。就是说去年呢，中国有一个就是超级女声的一个就是民间唱歌的一个竞争，这个竞争呢后来有了很多很多这个粉丝，就是大家给捧场的这些歌迷们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们就自发的就组织起来了以后呢，就是帮自己的这个心目中的歌星啊去拉选票。所以他们这个选票拉到后来呢，就组织了非常大规模的，就跟这个竞选一样的，就他有这个后勤资源，有前线拉票的，有计票的，有统计的，那么组成了一条龙。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竞选过程当中啊，就跟西方的这个民主选举官员的这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，非常有条不紊。这是在中共统治了56年完全没有过民主这个经历的情况下，中国民众自发起来的一次预演。不管这个超级女声的竞选本身怎么样，从这一点来说，可以说明中国人民对于民主选举这方面的素质是非常优秀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腐败的问题呢，其实呢在中国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严格的说呢，中国的这个官员对民众的这个就是拿他们的钱，拿中国民众的钱，拿中国的钱，它不是一种腐败，而是一种掠夺，就是公开的抢。那么这个它是有渊源的，我认为有3次大的掠夺。那么第一次呢是这个对地主的掠夺，就是一旦建立政权以后，马上就没收了地主的土地。土地改革。对，土地改革没收的过程当中，屠杀了很多很多地主，那么估计有几百万。那么第二次掠夺呢，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，从农民手上把土地夺回来，那么在这一同时呢，又把资本家给掠夺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叫做这个农业、手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，这是第二次掠夺。所以农民就失去了土地的拥有权，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第一次失去了土地，就被共产党掠夺掉了。那么第三次掠夺呢，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所谓这个权力和资本的重分配，所以很多有权有势的人呢，就用各种方式再一次的掠夺，包括现在的这个像这个圈地啊，像城市的拆迁啊，嗯，对，而且这个拆迁它是强制性的，你不能说不的。对，强制性的拆迁，那么这个它是利用行政手段，利用专政机构来，所以现在上访的这个城市居民里面最多的就是拆迁。其实它掠夺的还不仅仅是中国的城市平民，也包括了什么呢？就是外资，比如说这个百事可乐在成都，后来就是跟当地这个官员被当地官员被掠夺的没有办法了，最后百事可乐宣布撤出中国，就包括西方这么大的资本也没有办法对付这些，因为这种抢是没有止境的。嗯，以前有人说是跟土匪一样，其实不对的，土匪来就是来这一天，他好久来一次，来了一次抢完了他还跑，他还得躲。但是这个呢，他是压在你头上，就是从你这里拿，你要跑都不让你跑。您说这个腐败，中共的腐败就是抢劫，我想有些人未必同意，因为你想人就是到了高官有权有钱之后呢，他是很容易腐败的。那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啊。在其他国家也有腐败，但是呢，就是说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国家。但是呢，那个腐败呢，不是像中国这种腐败是系统性的。我认识一个台商，就是叫高维邦，那么他呢到这个中国大陆，在河北投资了50万美元建立一个工厂。后来当然故事很长了，我就很简单的说一下，后来这个工厂呢就在大白天被人家抢掉了，
因为抢的人有后台，他去报案的时候呢，公安就说了，说大白天把这么大一个工厂抢完了，这不可能，所以我们不能立案。所以他后来找了很多很多办法，一直找到了这个中央一级的，包括海基会这个两边的人，他都找了。到了台湾以后呢，成立了一个叫做台商投资大陆受害者协会，他自己当会长，收集了105个就是铁板钉钉的案子，就是硬是被抢掉的。最后呢，中共不满意了，觉得他这个名字太难听，很受刺激，就跟他就专门去找人跟他谈，说是你这个名字太难听了，你改个名字，我们就把你的案子给处理了，把钱给你退回去。说我们都已经帮你想好名字了，因为你这个叫做什么台商受害者协会吧，不好听，我给你改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做维护台商权益协会，连名字都想好了。那高维邦就回答他说是可以。我现在有105个案子，你帮我解决一个案子，我就改名字，然后我再，你再帮我解决那另外104个案子。现在已经是1年多过去了，中共一个案子都没给他解决，为什么？所有的案子都是盘根错节，牵涉到所有的权力特权阶层的利益。他说印尼怎么腐败呢？他到印尼去，这个做生意呢，入境的时候，别人一看他是美国来的，他原来在美国。那么一看他是美国来的呢，就把他叫到一个小房间去，说你这个手术当中有一点不符合，那么要一点手术费。于是呢，他就给他几十块美金，就很满意了。这是偷偷的拿到腰包里面去的几十块钱，这和中国抢他一个工厂，而且还要抓他，这完全不就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。嗯。那么您刚才谈到了国内的这些问题，可是现在呢，国内也有很多人呢，他是认识到国内确实共产党管理下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他们往往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烂摊子，你换谁来，谁可以管好呢？这个想法其实呢，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生长了生活多的人啊，他首先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谁上台，这是两个概念，第一个谁上台都得按中共这个管法，所以一定管不好。其实不是的，这个概念不一样。这个作为一个政府的话，你到西方，特别到美国以后，你就可以感觉到政府的真正的概念啊，它不是一个管理的概念，或者不仅仅是一个管理的概念，更多的是一个服务的概念。那么我举个例子哈，我刚到美国来没多久的时候呢，正好那一年冬天，美国政府这个连就是国会啊没有通过美国政府的预算，所以呢政府就没有钱了，他做赤字预算吧，没有通过的话政府就拿不出钱来了，他不能借钱，法律很严格，所以呢就最后跟国会协商不下去以后呢，就把政府关门了，就整个美国联邦政府就关门了，除了几个关键部门以外，比如说这个警察部门，外交部门，还有国防部，这些就是跟国家生命攸关的部门没有关以外，其他的政府部门绝大部分都关掉了，一关就关了好几个星期。我当时就觉得简直是恐怖极了，我说这不是这么强大的美国政府关门，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面，政府关门就表示这个国家垮掉了，完蛋了。其实不是的，美国人没有这个概念，所以他这个政府的概念是一个服务的概念，而这个国家呢是由各种草根组织，有各种这个公司企业个人所组成的，所以政府管少管一下呢没有什么大关系。那恒河先生，政府也有管理的一部分职能啊。是的，政府也有管理的职能，但是呢就说中国政府呢恰恰是管了不该管的事情，而该管的事情没有管。那么政府呢它主要是通过预算来管这些东西的。你像啊，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预算当中，几乎没有这个社保这一部分，就社会保障这一部分。而美国政府的最大的开支，你像政府干什么？政府一个是这个社会保障，第二个呢是保卫国家主权，所以美国军队开支呢，军费开支占整个政府开支的18%，但是呢，它的社保的开支占整个政府开支的40%，所以它的社会稳定就是靠政府的这么大的开支来完成的，而中国政府呢，社保的开支只有10%几。嗯，哎，我还想到一点，恒河先生，就是所谓的换一个人来管也是管不好，他的潜台词就是说换一个人来管还是搞专制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的是一个良好的机制，就是说你能管你就管，管不了你就下台嘛。嗯，对，所以这种说法呢，就是说他强调的是某一个人能不能替代，或者是某一个党能不能替代他，而不是一个机制。其实呢，在民主国家竞选的时候就很明显，那这些人呢是帮中国
中共在说话，就是说帮他解释为什么管不好。其实呢，在西方竞选的时候呢，没有一个政党，没有一个个人说，我要竞选，但是我管不好这个国家。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就到了，我们非常感谢恒河先生为我们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了。好，也谢谢观众朋友，再见。再见。